超硬的。你要跟他？谁？你打不赢啊！你说那个无袖绿色衣服啊？矮的那个，你怎么可以欺负人？哦，你打不赢啊！你有看到他打？没有。哦，教练能当教练都不简单，你一定打不赢。那个丢球而已，还需要什么？看这样就知道，要丢的准也不一定，也很难的，好不好？就凭你，哈！你下午还有要打球吗？下午就打了。这个最有没有投手？啊？最有没有投手？会啊，绝对会。